各自母语发声，大师级现场表演，由民歌之父胡德夫、土地吟游诗人陈永涛和台语唱作家陈明章组成，三人前所未有站在同个舞台上，宣布十二月底将首次正式同台演出，在北流登场。对整个台湾大地的一个告示，从歌来做这个事。阿东的歌，这首歌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发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大概1996年，在共寮有个反核活动。为了呈现更多合创曲目，三位台湾音乐史上代表人物还相互造访彼此生长环境，从北投关西到台东，碰撞出结合族语、客语、台语新经典之作。背后则是客委会促成，要写下台湾音乐史上大事记。过去我们在台湾去谈不同族群的文化工作的时候，都是各自在谈，那我们希望这一次呢，经由把三大吟游诗人让他们不同的族群的语言生命带到同一个舞台上。三位老师也谈笑风生，透露每首歌都有时代意义，期待民众都能听见不同族群合作火花。报道新闻区卢正颖报道。锁定八大民生新闻，记得按小铃铛哦。